第二关，两人接力嘴咬汤匙，传三颗乒乓球到阿嬷的房间，时间最短的获胜。传三颗乒乓球，好来来来，三颗，好来就位，可以。 已经开始在计时喽，不管他逃不逃，已经计时了。吴阳可不可以？他不行哎，他又掉了，他又掉了，还是我。好，小心。哎，如果他们站这边，不要跑酷哦。嗯嗯嗯嗯嗯，这个角度看好奇怪。嗯，蹲着，蹲着，蹲着，他要这个要蹲着。你现在你好好笑，太难了吧？你现在你敢不敢用跑步的？ 你敢不敢？你不敢吗？不敢，我不敢。你敢不敢？你不敢吗？不敢，我不敢。你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等一下，我问你哦。等一下，我问你哦。我问你哦。吴阳加油！吴阳加油！哎，你不是很会跳舞吗？你不能一面跳一面走。哎呦！ 一倒天，对对对，哎，转身，旋转，旋转。嗯，嗯嗯。哎，他说什么？我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舞了。因为跳。哎呦，哎，恰恰你知道怎么跳啊？噔噔噔噔噔，你要退了。噔噔噔噔。嗯。 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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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哎，我们今天不行哎，我们要检讨，我们一点都没有犯错，检讨自己，就是，是你就下一次更好，就照这么做就对了，好不好？就照这样，哎，我要，就照这样，有对，那你调一下，嘴先调一下，嗯嗯，等等，等等，我会，你再拿一颗就好了。 我没有几颗球啊！对，不用。三颗，等一下哦。嗯，这很快就老师的齿痕，好夸张。你在动作，你现在已经快到这里了。这个是什么 ？Interpretive dancing。 嗯，哇，你讲你的脸吧，好累啊！你讲你的脸，像孙悟空了。来加油，最后一颗。Yes，耶！意思被你们污染呢，你才在污染这个汤匙吧？污染，放嘴巴就污染了，心跳跳的比较快嘛。 你还是要接啊！我跟你讲，等一下 Justin 会太歪了啦， Justin 很歪的。他来，我有正过。吴阳，污染他，污染他。他跟你第一颗球的表现哦。来喽。第一颗球的表现怎么样啊？你看。来喽，这样不好到吧？左右什么？来了。哦，哎，这个，哎，这一招很危险哦，这一招很危险，可以吗？你行不行啦？ 豆哥，不要再失误喽！你记得一个楼梯哦。小心，两个人的脸好像快要接吻。对，这个应该过了。哎，贾斯汀，你不是很会功夫吗？你不是什么猴子拳吗？来来来来来，表演猴子拳。这不是很有把握吗？哦，这个太高了，要低一点，要低一点啊！他手好快哦。不行，他们这个一定会失败。这样。哎，这么还蛮顺的耶。
刚没有想到这招。这招其实很这样，对，这样子好像比较太斜了。第二招猴子拳。哇，他们要成功了。你们玩球很有经验哦。来了来了。啊，赢了吗？哎呀，赢了赢了赢了，玩球有经验。第三颗了 ，Justin， 第三颗了吧？到了，到了，银子到了，太喝了，你们是2分44秒，你们不就是50秒了？50秒了吧？你们是五分钟，5分钟，有这么久啊？有这么久啊？哎，现在1-1哦，1-1哦，3-2，决胜关，决胜关，限时3分钟，递书方式作画，猜最多题的获胜。3分钟，可以看吗？做的最多题获胜哦。我可以转过来吗？预备。OK， OK。我这么快。甜甜圈。No。熊熊肚子。勾哥。熊猫。熊猫。Yes。第二题。我可以转吗？还没。这个是就是你啊，就是你啊。Yes Yes， 很香啊，都不一样啊。这个是个头发。Yes Yes Yes， 你三题，我都没有作弊哦。感觉很顺。OK， 外星人，这个猫，这个很关键哦。哦哦，丘比特 ，Yes，OK，Yes，OK， 贾斯汀哦。难啦！是吗？来喽！哦对，我觉得我们会输的原因，叶子 ，No， 地瓜，高丽菜，哦，种子，字树，哎，它整个过程，西瓜，水果，这个是个叶子吧？一个，为什么？等一下，刀，切，西瓜 ，no， 七味果，no， 句子，好，放弃。再猜一个就好，这不是该做看的吗 ？OK， 下一题，没了，再猜一个，随便一个水果，木瓜。这是木鸟啊，这是木瓜。对，天哪，我猜的，我不是很画得很好，太强了，太扯了，好烦哦。好 ，OK， 动手交换，计时开始。Oh my god， 可以先暂停的这。暂停。它是一笔作画型。雪人，也很像雪人呢。对，圣诞老公公，对 ，Oh my God！ 第二题，很有厉害哦。第二题，香味，好，这个 OK 哦，这个 OK 哦，这个石头，火箭，这么强，很厉害。第三题，我从来没有跟你这么有默契过，快点，现在感觉正常很多。蛮厉害的，一个人，什么人？哦，是我吗？是不是我？不是我，贾斯汀，他用眼神，对啊，他这里出眼，他给我用，可以，下一题，好，对，你们也好厉害哦，很厉害，来，我觉得贾斯汀很会画。哎，他就是用一笔作画。鲨鱼 ？No。鲸鱼海豚。哦，太厉害了，太我们了。
好紧张。最后一题。好，还有一分钟，好不好？还一分钟。还一分钟。飞碟。水瓶。花瓶。哦，很厉害。有。蜂蜜。蜂蜜。哇！运气啊！还有一题的机会。我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赢了啊！哎，随便画一个，我猜一下好了。哎，这什么？三角形、金字塔、帐篷、山洞、露营。好厉害！对，厉害！哎，我觉得好猜耶，其实画起来蛮好猜的。而且贾斯汀画得很好，他画得很好，蛮强的。好厉害！恭喜豆哥！恭喜！这会有，待会会有奖励。哦，有奖励。对，输的也会有惩罚。惩罚，好吧，没关系，我就是想要来这里被惩罚的。去惩罚，去惩罚。现在是维护我们这个古迹的李先生，然后因为我跟吴洋输了，我们的惩罚是要来清洁古迹。然后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平常多久会清洁一次？其实我们这边呢、有两位很辛苦的姐姐啊，他们平常日常会做我们的基本的管理维护，除了地上的一些灰尘以外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定期做一些像我们的营梁上有一些脏物的部分，因为我听到很多鸟叫，所以鸟的那个粪便可能会在那个梁柱上面，对不对？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有登录历史建筑，那其实我们是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一个精神去做维护。那我曾经有做过，就是不小心敲到木雕就断掉了，怎么办？用你们扣薪水吗？假的？没有，因为不是我弄的。这真的要很小心啊，因为古迹是要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对，那先爬这么高的梯子哦，这个楼梯太高了吧？对，平常我们这边是两个人比较安全。然后你要注意安全。好。你会怕高吗？很怕。很怕。很怕。已经撞了七年还怕？当然了。哦，就先灰尘，这个先跟它弄下来。先搓一搓。你用的道具是什么？这个我是用袜子，软的塑胶片。好，阿姨交给我们。对，会走。只有扫完了，我就没得扫了。对对。难道还有这边？难道这边也要？这边也要？哇，这上面也有。对，就看到鸟屎，我们一爬上来有看到鸟屎的部分啦。就白色的部分。对，一桶。对，就麻烦就针对白色部分。好，帮我们呢？那其实像有部分，有些鸟屎它可能干的比较久的话，就不好擦，可以用湿的抹布先碰一下，然后先让它沾点水。哇，从这个角度看是有点高哎，对，但你不要往那边看，哦，很高的，很高，越来越高，哎，真的好多鸟屎哎，真的，超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幕后工作人员，大家是看不到的，因为大家在这里看就是美美的、漂漂亮亮的，可是就是不知道后面有好多人就是很辛苦在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去维持他们的美丽。我们来一起保护这个古迹。好，其实这边的鸟是真的蛮多的。对，我们站在同一个比较稳。对，你看这边，有点高，有点高，对不对？哦，这里到那边全部都是。哦，好，那我们先擦这边。对啊，我好害怕它的颜色会掉哎。对，先清。对啊，这个是百年历史的东西。嗯，有点难。说多粘住了。又不能太用力。如果擦不干净，不要勉强。哦，不用勉强，对不对？不要勉强。就大概就好。可是这你现在涂的这个颜色，它不是最原始的吧？有整理过。有没有？大概每四年会再上一次漆。因为如果你要看最原本的颜色，是旁边那个没有上漆的木头色。对，就它旁边有一个两面漆的层面。你那边 OK 了吗？我这边 OK。你后面那里。后面哪里？我们往那边移好了。我们 OK 了这一段。对啊，这边差不多了。不要留我在这里。姐姐，你很辛苦哎。哎，等一下，我的屁股卡住了。我要下来。不要弄破我的网就好了。好，吴洋，你跨过来。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开玩笑的。吴洋，这边啊，你跨过来。我还好啦。对，你要小心一点。你再爬，往上爬一格。你太高大了，你到了，我很怕你。好，那边要心里的头快一点。
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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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